今天给人的感觉就是外面真的好冷，太冷了，冷得真是厉害。我出去转了一圈以后，本来还想在外面再混一混啊，后来想想算了，回家吧。啊，这个天太冷了。但是实际上最近这几天都会冷，而且今天在路上都看到蓝色预警，大风蓝色预警，所以现在是直线往下掉的时候，而真正冷的是到星期四啊。据说是要过冰点，我们拭目以待吧，看看到底冷还是不冷。你看他的嘴大不大啊？人家是不是把它买来，然后从这里？牛哪年到？